日前，杨幂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两张最新自拍美照，呛皮喊话粉丝：“十二年的自拍数完了吗？再加两张。”照片中，毛花辫和高马尾发型青春靓丽，戴口罩仍旧遮不住美貌。此前，杨幂让粉丝数数这十二年里她发过多少张自拍，还称答对有奖。评论区的粉丝有说329张，也有说373张。不知道正确答案是多少呢？杨幂身穿黑色字母 T 恤，佩戴可爱的星星项链，戴着黑色的口罩，同时她还佩戴亮色系的玫红色耳环，简约中透露出潮人风范。整身穿搭最亮眼的是高马尾发型，让整个人看起来更有青春的活力范。纯黑色并不会像女性害怕的那样非常显沉闷，只要搭配好就能发挥出它的优势。马花辫发型搭配黑色 T 恤，让搭配更有层次感。她还非常少女心，在马花辫上绑上蓝色发圈，瞬间就能抓住人们的眼球。喜欢就订阅呗。